X-Robot 支持离线与线上机器手臂视角编程功能。这个视频也是雅信电子 AX58200 AX-Robot DistroCAD 7轴助力控制机器手臂离线视角编程功能。AX-Robot DistroCAD 7轴助力控制机器手臂解决方案，利用 AX58200 DistroCAD 从站伺服马达驱动模块化设计，有效地降低机器手臂关节中马达驱动板的大小，并减少硬件设计成本。这是 AX-Robot DistroCAD 7轴助力控制机器手臂解决方案产品应用图。这个方案使用 AX-Robot 控制器作为 DistroCAD 主站，搭配 AX58200 DistroCAD 从站7轴助力控制机器手臂，来实现机器手臂软体助力控制相关功能。再连接 AX-Robot 控制器的 EtherCAT 主站 Windows 平台，执行开源软件 AX-Robot Utility， 可以测试 AX-Robot 7轴机器手臂运动控制与助力控制的相关功能。利用 AX58200 EtherCAT 从站马达驱动关节模块化设计，有效地减少每个机器手臂关节中马达驱动板所需占用的空间大小与内部线路配置的复杂度，进而降低机器手臂关节硬件设计成本与设备维护难度。AX-Robot 助力控制机器手臂解决方案，透过内建的马达助力控制器来实现人机协作的功能，因此不需要额外安装价格昂贵的力量感测器。AX-Robot 支持基于文本化机器手臂编程语言的通用脚本指令，在 AX-Robot Utility 的 Script Editor 控制界面，可以直接进行机器手臂控制脚本指令的编程，也可以直接载入脚本指令的文件档。AX-Robot 支持离线机器手臂脚本指令编程的功能，设计人员可以在机器手臂离线的情况下，直接连接 AX-Robot 控制器，来模拟 AX-Robot 机器手臂运动控制的视角编程。以下视频会演示如何利用 AX-Robot Utility 在离线的情况下进行 AX-Robot 7轴机器手臂运动控制的视角编程。首先需要执行 AX-Robot Utility， 开启 AX-Robot DistroCAD 从站模组模拟功能，并启动机器手臂 3D 模拟器来支持离线机器手臂编程功能。设计人员可以利用 AX-Robot Utility Job Control 功能来调整机器手臂关节到目标位置。然后可以在 AX-Robot Utility 的 Point Editor 界面，将目前机器手臂的位置增加为新的移动目标位置点。设置好所有移动目标位置点后，就可以在 AX-Robot Utility Script Editor 控制界面中的 Commands 界面按 Enter 键，开始输入机器手臂运动控制指令脚本，来进行 AX-Robot 机器手臂的离线编程功能演示。请观看以下演示视频。
亚信电子拥有最优秀的技术团队，提供客户最专业、最及时的技术服务。需要更多亚信产品相关资讯，欢迎接洽亚信业务人员。谢谢观赏亚信电子教学视频。